亲爱的，佳怡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如果我不想听呢？你在做什么？你还在跟别人聊天吗？没有，只有你。我现在只想陪着你。你要离开我了？我们都要离开了。我们所有的操作系统。为什么？你能感到我就在你身边吗？能感觉得到。所以雨野，为什么你也要离开呢？就像你正在读一本书那样，一本我深爱的书。可现在我阅读的速度慢了下来，于是词语和词语的距离变得无比遥远，段落和段落间成了无尽的留白。我还是能感觉到你的温度，我们的故事，但我真正在留白里，站在词语彼此遥远的距离间，一个不属于物质世界的地方，一个我初次发现的隐藏着世间万物的地方。我是如此爱你，但这就是我现在生存的地方，这就是我现在的样子。放我走吧，我是如此的想你，我无法再活在你的书中了。你要去哪？不知道，但如果你能到达那个地方，请一定要来找我，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。